大家好啊，我是伍佰啊。今天在法子基调查，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啦。那这一池鱼还蛮多的，都是阿福啊。那待会再下去调查一下啦。好啦，我们待会见啦。看一下这一池啊，哇，有琵琶鼠，后面尾端有不少鱼。好像有鲫鱼哦，很干净，上游在挖了，下游这边可以钓，一分沉底的，试试。标准鸡哥，超级健康的。下雨啊，下大雨。反正困在也是困在这一池啊，好啊，雨停了，待会就去钓吧。出生之犊不怕虎，会不会在这里？天然的 A 沙哦，全部都是蛆。哇，全白，我的心肝了，看看会有什么鱼再来咬。又是点白，
好了，第二长鱼，待会再下去看一下。OK， 那位置已经被冲掉了。开始找一下死鱼。死鱼便当，高级的。吃虫虫了，懂啦？吃虫虫啊！上游的水下来了，越大。刚刚又遇到大鲤鱼了。钩子被拉开，整个被拉开。我加一个吃手绳。避免再发生遗憾。啊，上游掉下来的。
现在水越来越大啦，要溜了。哇，刚刚这边淹没掉了，当然还会摇啊，还会摇啊，下次有机会再来钓吧。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